宫，四鞠躬。去日本留学，啊含这个黄桥洞，吼、哦，底下在运动，做运动。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台湾人吼、哦、有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。台湾，吼、哦，台湾唔是中国的领土。啊，所以台湾爱独立建国，啊，同时呢爱争取来加入联合国。这个运动，阮伫日本含黄桥洞，伫遐咧运动。啊，我伫日本倒来了后，我迄阵啊，在当选高雄县的商业会理事长。啊，高雄县的商业会拢总有一摆工会，啊，这个工会。大个工会有三千几人的会员，啊，小个工会上少也阁有一两百人，所以呢，我你个想有一百个工会哦，安尼几啊？要几万个？几啊万人？几万啊？几啊万人吼？啊，所以我逐日迄落各工会拢在开理干事会啊，开会员大家，我做理事长都拢演讲，啊，演讲的时候我就讲，台湾真大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哦。台湾人，大家拢爱徛起来哦。迄时会使讲到安尼啊，讲到安尼就要了安尼。啊，伊当阵差不多是公元几年的选举，甲黄家栋因做伙。哎，1976年以前。76年以前。所以我就是，逐日拢在宣传这个台湾独立的内容啊。是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吼。迄阵就要来甲我掠，那一般人吼老早就拢掠去啊啦。啊是安怎开？我开无掠，我是准备讲要互掠，啊结果呢，几廿年拢无掠。我到尾啊研究起来，结果就是因为我日语、英语拢会晓讲，啊我有熟悉一个美国的种。资深的众议院议员叫做索拉兹。哦，索拉兹。嘿，啊，索拉兹，伊是足关心台湾的前途的一个政治的对。一个迄落做众议院议员。啊，所以呢吼，我伫台湾，逐日拢在宣传这只，啊，宣传这大家听拢听有啦。是台湾独立迄阵啊是无直接讲出来尔。啊。国民党迄阵啊，知影讲我含索拉兹的关系真深。啊，这个美国，无这个中国吼，国民党迄阵是这个金元，啊，甲军元，需要美国的国会通过。啊，所以伊若假使来掠杨金麦去。美国的众议院议员，这资深的这个索拉斯吼，因就反对。啊，反对即马，这个警员甲军员要援助国民党的，那伊要切起来，国民党就倒。所以伊唔敢掠的原因是遮。啊，是到尾啊，我最终我含郭有清在要走动，要走动，伊无法度啊，我敲电话甲。郭委员讲讲，凭各县市的这党外，吼，个别来含国民党对抗，安尼是无可能。所以呢，吼，这就爱来组织一个政党，啊，用政党的力量来大家来公平竞争。啊，这个叫做宪法嘛有规定讲，人民有结社集会自由，所以这个组党这是受宪法来保障。啊，应该是袂理啊咧，结果到尾啊吼，会较怎啊？我1976年，无五月之一啦。你是五月之一，我提咧，即个组党的发起人的名单，去咧台北罗马宾馆，特别给即个郭有清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有一个
有一个叫做颜明成，颜明成，嘿，迄个人哪有在参与政治活动？对。啊，结果伊甲照去看，可能可比到尾提报。哦。啊，我是去那即个颜明成去做药白啊，吼。可能啦，啊，可能，无证据就对啊。啊，伊嘛袂当甲你讲，啊，干那伊有看呢啊，即阵，啊，我。你哪去哦？这个人看过。对，无，唔是提好。伊知影我去台北罗马宾馆吼，是郭武新开的。对。啊，我提这份。没有郭武新。没有郭武新。啊，伊是甲照看。嗯嗯。啊，照看，我唔照看，啊，我看一个尔，伊怎提科比的？啊，了后开报。啊，我五月二十一日。去台北提这份组党的发起人书，吼、哦，提去台北迄个时阵，我回来，五月二四啊吼，五月二四了，啊，五月三十一日倒厉害啊，一礼拜。甲你逮捕的罪名是啥物？伊讲，伊即马无要讲组党哦，组党对。因这政治事件吼，对这个国际媒体拢会报嘛，啊，所以俩讲左动了吼，无理由，伊讲叛乱 ，OK， 啊叛乱，阮也无刀也无枪，啊，一个人要安怎叛乱，这嘛讲袂通，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哦，就是用叛乱罪，甲你起诉，啊，甲你判刑，有一个死刑，啊，过十二日就要枪杀啦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乌伟夫甲索拉斯，甲怎啊解压力？啊，讲，杨金麦，即个我的朋友，啊，是安那较要生产，啊，伊怎啊来台湾了解？结果讲，美国迄边派人来，对，无伊本身来。哦。啊，伊讲，迄个索拉斯讲，来台湾讲，啊，杨金麦是要主动互你来个，啊，伊讲，啊，主动是。这些是为自由，这是受限哦，来保障。啊，是安那，这个较要无枪杀的道理。啊，我枪杀去十二日都要枪杀，到尾啊，这个乌尔夫，索拉斯，就那甲国民党压力，啊压力的时候，国民党讲，迄阵啊军援，啊甲警援，需要美国国会拢通过。啊，你若来得失着这个索拉斯吼，伊是美国国会的这个诶领袖，啊，伊若这个美国要援助国民党诶这个军援，啊，甲警援哦，伊若甲切起来，国民党倒，所以国民党到尾啊，唔敢甲判死刑，到尾啊是主动甲上诉，死刑甲改无期徒刑。哦，无期徒刑。嘿，啊，我伫绿岛吼。伫遐迄个关十二张卡转来，但是一开始就甲你掠去绿岛啊吗？无啦，你爱是台湾去，星球必将可行独大。是啥物所在？甲你哦，第一个所在，伊对伊甲你掠去啥物所在？哦，伊甲掠去迄、那个台北吼，迄个山内的秘密监狱，伫遐拍五十三天，就叫阿个加迄个做。甲敬重吼，啊那是即个政治案件，啊是军人，拢送伫个山内啊，迄个做啥物做安坑啦。对，还有一个军人的迄个安坑，安坑，啊伫遐拍了吼，啊拍了，才甲你送来，即个甲我送来即个迄落，警备总部的即个看。看守所，吼、哦，啊，看守所了后，就起诉，啊，就判刑啊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迄个时，我想讲，从啊，就伊这个吼，戒严时期，啊，做戒严时期吼，叛乱抵制条例，二条一。二条一，这是有一个死刑，一条啊，
一条尔，嘿，一条尔，无八条。啊，到尾啊，伊唔敢死，判唔敢判死刑，怎判无几多刑？哦，啊，所以美国迄边嘛，无阁继续阁甲你写完嘛？有啊。美国。嘿，有啊。阁继续甲你写完。我去嘛，伊怎知影讲迄个酷刑独打？对。伊即个放声，啊，到尾国民党就唔敢是唔敢，不过迄阵已经判刑啊，确定啊，啊就无效啊，啊所以我伫绿岛伫遐受苦了，十二章。十二年对。十二年，嘿，安尼，吼，我迄阵厉害的是吼，即个酷刑独打是脚铐、手铐、手安尼铐咧，啊举迄只两长个针，拄。正甲用，即嘛要好，即十几正常拢拄，吼，啊，佮用电，吼，啊，佮食番仔姜水，啊，佮食盐，食一公斤的盐，一点钟爱食到了，啊，你若无食，用腿啊拱较重呢，拱腿，甲你拱腿，拱身躯的每一部分，吼，身躯只形，甚物款的腿啊？大只也细，只高只落好啊！咧顶顶啊，迄种腿啊，无啊，迄是铁的呢。啊，怎啊？你讲个茶，迄高山茶，高山的茶，啊，即差不多，一公尺半长，用拱啊，拱较长个呢，吼安尼。所以吼，所以会使讲啊，拱较昏呢，啊，拱较吐血，啊，拱较死，啊，伊怎啊？佮破水。破水了后，只迄个撑起来，啊起来，搁爬呢。所以吼，生命是靠着的。我干呐？为什么看干呐一个？因为我拢无经。哦，拢无经出别人就对了。对对，我拢拿个，后随在爬，安尼我吼，这个吼，自己做的代志，我拢家己。家己打起来，无干涉别人。啊，村的遐个人咧？啊，村的遐个人，互放出去，遐个人咧？遐个人，唔是，遐个人吼，迄是我的朋友。啊，伊在做民主运动，拢听我的指挥。嘿，对吼，啊，我拢讲这台湾爱民主、自由，爱有人权，啊，台湾爱独立建国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台湾唔是中国的，我拢在，逐日拢在讲这互听。啊！因这人，咱厉害呀！啊，厉害！结果到尾啊吼，到尾啊时喏，因，大家拢认啊，怕了就认啊呢，怕无认，你头也高声无有哦。所以，你所以领导的人。我无认，到尾啊，倒袂起来。所以到尾啊，你讲好，不管啦，到尾啊，调叫。啊！咁即个警长讲，恁若有讲金海用金海哦，伫某时某日某地，甲你煽动讲叫恁着爱台湾独立，恁若讲安尼，我放你转去。吼、哦，即、哦這个条件之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大家讲为着伊个安全，所以大家就讲有啦，用金海甲我讲叫阮着爱台湾独立，吼、哦，啊了。了，还阁唔好转去哦。等候我，吼、哦，伊去即个军法处，吼、哦，作证。军法处。哎，作证，啊，结证结了，啊，我怎讲合法，我就无。啊，因即马因遐个证人来讲有，啊，即马佮根据因证人个结证来佮定罪，啊，定罪。定罪已经确定了后，啊，才放因回去哦。伊是国民党用这种手法。哦，你从关的这段时间，啊，恁厝的人有受到影响无？哦，当然有啦。本来亲戚朋友吼，吼，逐啊，阮店里自己都足侪人来这买，啊，来这相找。结果我厉害了吼，大家会惊，会惊，拢唔敢来买，啊，唔敢来相找。所以吼、哦，啊，警察有来无？哦，当天规日啊，就来，讲要调查户口。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吼、哦，实在是吼、哦，
伊使人即吼，那假使讲迄个时阵吼，我掠伊关，啊掠伊拍，但是阮厝里吼所受的艰苦比我较艰苦，吼、嗯。台湾吼，我是想讲，将一定将来有前途，啥物理由？就是讲本来吼。是知识分子吼，伫主张台湾的主权甲地位，吼啊，台湾人的权益啊，甲即个国际地位安尼尔。但是即马吼，愈来愈侪的即个青年人吼，已经觉醒啊，啊了解，所以上第明显的就是太阳花吼，即个运动了后，或者整个即台湾的青年讲。台湾的地位甲主权是咱台湾人的，咱就爱保守，咱就爱主张咱的权利，伫这个国际社会才有地位。所以这个吼，会使讲是整个诶，这台湾台湾人吼，这个青年吼，真大诶，这个改变，吼啊，对台湾的前途真有希望。所以你感觉咱台湾独立，这是绝对无问题。台湾独立是时间的问题尔，时间的问题。因遐讲，咧吼，中国定讲台湾是阮中国的。OK， 即马美国甲中国讲，台湾若是恁中国的吼，你提出台湾主权的文件出来，吼啊，所以这个日本甲美国吼。现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用书面申请，讲台湾也是中国的，叫中国提出书面，吼，台湾主权的这个书面的证明出来。结果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，用书面通知中国，台湾也是你中国的一部分，限你六个月来提出台湾主权的文件出来。结果到这样四五年拢无提出来，所以中国无可能从主张讲台湾是伊的，啊，就变伊的，无可能。哦，而且这个主权吼，这个主权的国际公法的规定是讲吼，发现吼，也是讲条约的交换，吼，也是讲买卖，吼。啊，是讲情义吼，你若无只条约的规定，啊是讲法令，啊是讲顶公海不辐射倒数起来，啊法令着插伊个国旗，安尼即主权吼，袂当讲伊个，所以即个国际公约有即个规定，中国敢若用口用空嘴保证讲台湾是中国个 ，no。